河对面跟我们生活不太一样，很少跟他们有来往呢。碰到也就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话也不同，心理方面多多少少都有点隔阂。我在想什么在那里？俺在想啊。汉族朋友多，俄罗斯的少，处不到一起去的。有没有那边的朋友？没有。能和他们叫上朋友吗？不能，不能。下去。Like to when you be around, I'm a woman of the world.